一年流失近1000亿美元，印度凭啥来养活14亿的人口？难道不怕留后患吗？2022年，印度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1461.04亿美元，这是个相当可怕的数字。而且印度在建国以来几乎一直保持着贸易逆差的情况。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，印度到底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经济发展的？又是如何养活全国14亿人口的呢？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。贸易逆差简单来说就是进口量大于出口量，因此这个数值越大就代表国家对于贸易的需求越大。一般来说，资源进口国基本都是保持着贸易逆差的情况，但也不会长期逆差。像印度这样逆差极高长期保持逆差的情况还是相当少见的。印度的经济情况虽然勉强能看，但作为农业国家，印度的出口贸易基本都在与农副产品上，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起完善的工业产品和各国都急需的资源上来说，价格并不高。这也是导致了印度持续这么多年贸易逆差，甚至逆差数值达到惊人的上千亿美元的原因。但印度为啥能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活下来，还能活得风生水起呢？这其中就有多个方面的因素了，比如印度对于外资企业的收割、电信诈骗以及海外务工。是的，印度的电信诈骗相当猖獗，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客户是美国这些欧美国家，而不是亚洲国家。印度有着大量的呼叫中心，在这里工作的人很多都是有一定的知识，英语水平不错，但找不到工作的印度人。这些人通常扮演税务局、银行等比较强势的身份，给美国的民众打去电话，并进行催收欠款或者补缴税款等工作，以此进行诈骗。因为印度国内的社会环境差，工作环境其实相当内卷，许多高知识人才根本找不到工作，又无力出国，只能留在国内进行类似的工作以维持生活。这项产业给印度许多民众解决了职位问题，甚至赚到了不少外汇。这项业务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，甚至不仅仅针对美国，还开拓了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主要说英语的国家。由于距离远，追溯起来困难，很多人即使报警并且立案调查，也追不回来自己的钱。虽然美国也并非没有捣毁过一些呼叫中心，但实在是杯水车薪。除了网络诈骗以外，因为无法提供大量岗位，因此许多印度人选择了出国工作。在海外务工的印度人通常受到过很好的教育，家庭条件也更好，所有大部分人从事的都是相对高端的 IT、金融等行业，这些行业赚钱很快，因此把这笔钱拿回国内消费，就能给印度带来大量的侨汇收入。这些侨汇的收入对印度来说数量相当大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两项靠人才得到的收入就能抹平相当一部分贸易逆差的数额了。但仅靠这两种收入，印度就完全搞定自己贸易逆差带来的问题了吗？印度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，经济又是如何发展的呢？一年流失近千亿美元，印度凭啥来养活14亿的人口？收割外企功不可没。从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，印度的经济发展就走上了一个快速而有些畸形的道路。但显而易见的是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，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。那么莫迪在印度的经济政策到底对印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让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呢？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的超级人口大国，印度在近些年的表现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，不仅仅人口数量节节攀升，经济发展速度也超乎全球想象。到了2021年时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，来到了世界第5的位置上。要知道，在2014年10月的数据当中，印度还是在第10位的。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于老东家英国的逆袭，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谓是相当快了。而印度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，也是因为莫迪在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。从2014年上台后，莫迪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动作可谓是大刀阔斧。除了持续的推进市场化、全球化改革外，莫迪政府还安排了诸如印度制造、数字印度等之类的计划，来保证印度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起来。对于各大企业的利好政策，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企业来到印度开设工厂和公司，以此解决印度的就业问题，并拉动印度的经济发展。而为了吸引外来企业，印度还花大价钱改善自家的基础建设，在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港口乃至能源与光纤网络方面都做出了许多改善，以保证本国的吸引力。印度对于各大企业的利好政策，吸引了全球的许多大型企业前往印度投资建厂。这些外企的到来给印度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，刺激了印度的消费，也让印度有了更多的产出。这些策略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，虽然这里面多少存在一些水分，但印度的经济增长加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尤其是在疫情之后，全球经济复苏相当缓慢的过程中，印度的经济复苏速度可谓是一骑绝尘。印度2022年 GDP 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 6.7%，
要知道，以印度目前的这个 GDP 的规模，能达到这样的涨幅实属不易。但谁都知道，快速的经济发展绝非没有任何牺牲，毕竟你只靠着一些利好政策吸引人家来，要是没办法把人家留在自己这里，那后续想要赚钱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？那么印度在吸引来这些外资企业后，又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留下他们？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，难道没有任何后患吗？一年流失近千亿美元，印度靠什么养活十四亿人口？究竟有啥秘籍？印度提出大量利好政策，就是为了吸引外来企业入驻，以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。但我们却时常听到有企业在印度被狠狠罚款，最后被坑走一大笔钱的消息。那么印度到底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外资企业的？为啥不少企业来了没多久，最终又离开了呢？其实早在本世纪初的时候，印度的市场就已经有不少外资企业盯上了，但当时在印度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。一方面，印度的政策对于本国的企业的扶持力度很大，尤其是很多印度本土的资本家本来就在地方一手遮天，因此很多项目在印度可以做，但做不大，一旦做大就可能被找茬，被本土企业替换。另一方面，印度当时的基建水平确实不咋地，因此很多时候外来的企业不仅要给自己建立工厂和设施，还得兼顾周边基建，不然你的厂区根本无法运转，这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。到了2008年时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各大企业都在想办法省钱，这才有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印度，想要在这里寻求更大的市场和更低的成本。但这样的情况也没能坚持太久，印度过于严苛的政策和对国内的保护，让不少外资又在经济回暖后撤走了。这也是为何莫迪在成功上位后，对印度的政策乃至基建上都进行了一定调整改善的原因。因为如果继续保持此前的姿态，那印度的经济怎么都不可能发展得起来。虽然莫迪的这些政策调整确确实实为印度带来了相当多的外企注入，但实际上印度的本质依然没有太多改变。印度涌入的大量外企虽然得到了印度的市场与更加便宜的建设、人工成本，但依然会被印度的资本盯上。这一方面来自于印度政府在地方的无力，印度内部因为宗教信仰和种族等原因，各邦之间的矛盾颇深，因此有些地方对于印度政府的要求不会多理会，因此很多外企进驻后还是会面临被挤兑替代的风险。另一方面来说，印度想要完成人口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有些艰难，虽然人口多，年轻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，但印度在教育的普及度方面较低，人工成本其实不小。2022年虽然印度 GDP 数据不错，但制造业为印度增加的 GDP 占比仅有 13.3%， 比起刚刚开始印度制造的2015年来说下降了 2.3%。 由此可见，印度想要吸引外资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我国的计划，在这几年的实际发展中并没有成功。印度复杂的内部关系和社会情况都在阻止着各大厂商在印度建厂。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长虽然还在继续，但靠着诈骗、侨汇和收割外资这三板斧，能否继续支持印度经济增长还非常难说。